曾家兄弟吐槽大会之孙世杰。二弟孙庆豪应该不会说我坏话的，他有那时间不如跟我弟妹好好聊聊天了。他挺潇洒的，一个人仗剑走天涯，家里事儿他也不管，也没回啊、哦，回过两次家，一次是结婚，一次是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然后三弟金格的话，金格也不可能说我坏话，他要说的话也是说他们家俏姐，因为我就没见过这么怕老婆的人啊。三弟是什么呢？是文不行，武不行，但是吃喝玩乐样样行。四弟玉楼，他应该是最乖、最聪明、最伶俐的一个，他应该也不太会说我的坏话，毕竟他追少春的时候还是吃了不少苦，我觉得他是能理解我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是那个叫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四人的情感，我告诉你，我才不会上当的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四个人很好，很好。还哪里像大哥呀、啊？渣男，呸，恶心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先把自己的破事弄清楚了？很好。